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. 大家好，我是悠悠刘品希，我来自湖北，今年12岁了，学吉他已经有6年了。哇，人家就千万级的播放量，对啊，被世界权威的吉他技术界啊，就是改变世界吉他技术的10大乐手之一。谁呀？他呀？你呀？啊，最会成为是不是？哇。但速弹呢，就是需要特别好的技巧。这能有多速？1分钟能弹多少个？应该在300多。我天！都爱人类奇迹一样弹琴，来，咱们感受一下吧。让这些中老年人们，哦，又掌声鼓励。手指头，我怀疑他有10根指头同时。我跟一波说，他这手指头在上面跟蜘蛛似的，真的是，小拇指一把全把住了，而且他的手感觉苍劲有力。对呀，我其实手也不大呀，这个小姑娘。但是感觉他那个缝怎么分那么开呢？我，哎，你玩连看应该特别好吧？啊，你手速削水果特别快，肯定。来，少年们，咱们看看这位少女啊。太厉害了，我觉得是奇观。至少在旅行团的音乐里面，没有一首歌从来是做过1分钟300弹这样的事情。子健，你可以吗？刺猬最快的歌才145。我觉得舞台上可能杨策可能可以有的。我觉得他特别棒，因为我看过他演出。老吴，你觉得这因为你也弹吗？我没听过这么快的，这是天才。你们别嫉妒他，他就是天才，而且他才12岁。他22岁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无可预测。悠悠，那你长大以后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组一个乐队？就是我近期想做一个自己的 solo 的音乐，然后以后如果有很合得来的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那有可能有点难。对，因为你已经独孤求败了，你弹慢一点啊，弹到140有可能。其实他现在就是随便加哪个乐队肯定能玩得进去，因为他不光是快，他那个心里拍得特别稳。对呀，他第二个时候他都没有加那些白皮儿就能弹那么稳，了不起。但是我真心希望就是以后你能自个儿创造出自个儿味道的那个 solo。 你有吗？你有自己目前自己的这种？不，这段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段好，好听，这段好，以后有机会要多请像他们这样的年轻的爱音乐的一些孩子们。对啊，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天向上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谢谢，有自个儿的好作品。好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要测试的？今天其实想测一下我们的听音能力。接下来我会用吉他，就是弹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音符，天天兄弟看可不可以听出来。这样好，很简单啊，就是我弹什么你们就复述什么就可以。OK， 第一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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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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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很好，那接下来要注意，要注意。哎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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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我觉得这个梗大老师直接就能猜，果然是弹吉他的。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听音符，而去忘了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律动在里面。对，好多歌进之前先胡两下嘛。现在就像朋友一样，你可以和他用任何方式去交流。看样子就只有大老师报名这个项目吗？本职工作是不是啊？我本职工作啊。关键是贝斯是谁？贝斯的话一直没说呢。贝斯就王一博吧。行，你看你看，王一博。好，最后一个位置，感觉也是最难的，键盘。我们。